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那虽然说台股要放四天的假期，可是股市仍然非常非常的活泼。以经济课来说，完全就是我所预言的，不但是不用担心假利空，它是最好的买点。因为从我25年的经验，只要不是真的基本面的利空，它是假的利空，让股价短线打下去，它就是 V 转上来。就今天经济科出关第一天，大哥回归，亮灯锁涨停，566块再创挂牌的新高。那从礼拜一的跌停板463.5块买进，到今天已经赚了超过100块钱，这就是市场最强的迹象。那今天我们等等再来谈。今天行情在高档，但我们陆续有很多赚20%、40%，甚至赚120%的绩效出现。我也陆续在这2-3天做了一轮持股的调节，然后开始把资金瞄准全新一轮的4月份的新的翻倍股的布局，就这2天陆续在做这个动作。比如说酒席，昨天创108的新天价，就在最高点这边，让所有交易成员全数的获利出清，买74。卖在最高108附近，前后1、2、3、4、5、6、7、8八天时间赚了34块，赚了46%。八天时间46%，你只是买100万，你就已经变成146万。如果说你买1000万，它就变成1460万，所以你口袋钱又多了好多。然后把股票出清之后呢，拿原本的钱加上赚的钱，再去买下一档又会再涨超过30%的股票，就是用这样的一个 tempo， 一个30%，一个30%，一个30%，那三档的资金就会翻一倍啊。所以陆续我们这2天都在做这个动作。通家昨天最高99.9，999全数出清持股，全数获利出清，买80，1、2、3、4、5、6，六天时间更短，赚了25%。虽然说没有九期多，那是40几%，但六天一个礼拜多一天而已，赚了25%，这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短波段操作。同样的，卖掉之后准备再换下一档，而且事实上，昨天这2档卖掉之后，通家现在剩下88.6块。已经拉回了10几块钱，九旗目前回到96.9块，昨天最高108嘛，也拉回了超过10块钱。所以事实证明，就是说我们再度卖在波段的，至少是眼前波段的最高点。当然很多人问我说，不是看好为什么要卖？很简单嘛，在很短时间之内，我认为我们赚的还不错了，赚够了，所以我们先走一趟。那后续有买点我会再考虑，但标的很多不见得要买回来，因为有很多的标的。那点序呢，礼拜一涨 7%，113.5%， 礼拜二就量增涨停板121.5块，昨天最高131.5块，创新天价，今天最高135，早盘最高135，趁着冲到最高的时候呢，就跟昨天的通家跟点那个九旗一样，全数大赚出清。卖完之后，目前1:03，股价剩121块。早上最高135，我们至少也卖在131块之上，现在是121，差了超过10块钱。而且
跟通家跟九旗一样，又是出在波段最高，也是历史的最高点。而这一次呢，是买在60块二月初，然后卖在4月1号135，接近两个月的时间赚了75块，赚了125%，就说假如你当初在二月初，我记得是2月5号，你跟着我买100万的点序，那时候只有60块钱，就跟之前那个天域非常像，买63。然后呢，到今天4月初，你赚了125%，你的100万变成225万，赚了125万，完美的翻倍啊，完美的超越100%。所以我说翻倍并不难，当然不会每一档都这么顺利的，每一档都是100%，它可能需要时间，它需要耐心去磨。但有时候就是说，你用三四成的获利，如果6、7天、7、8天有一个3、4成的获利，两个月之内抓个3档，那也是1倍啊，不用一档股票100%，但够强的股票，这就完美超越100%的获利嘛。那资金呢，也是开始转入全新的翻倍股，就一轮接着一轮。因为我常在讲嘛，大概月中我就会准备下旬的股票，到下旬我就会开始准备下一个月的全新的标的。所以现在都已经4月1号了嘛，所以其实我们在前几天就陆陆续续就已经把四月份的新标的都已经 ready 好，开始做一轮新的布局。但其实赚最多的还是金利科啦，上周五其实就已经收515，收在一个历史的最高点，重回500大关。就礼拜天有报纸很可恶，登了一个没有具名的假利空的消息。那因为他所指控的事情非常的敏感，我说金利科有什么解放军的订单会被美国制裁，那敏感到连 ODC 跟金管会都跳出来说没有这件事情。我们第一次看到主管机关帮某一家公司澄清报纸所报的利空，我们第一次看到，所以连主管机关都出来帮忙坦了，股价本来就应该涨回去了。所以礼拜一的时候呢，因为假利空假新闻打跌停板，其实在礼拜天我就已经发文说这是假的利空，如果真的跌下去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那是要给你捡的。你听懂，你听得进去我在讲什么，你照着做。我们礼拜一家族成员是买463.5块跌停板，当天打开跌停，礼拜二就涨回到493.5元，昨天就涨回到515，今天涨停板来到566。所以礼拜一买的到今天礼拜四而已哦，短短4天就赚了超过100块钱了。果然如我预言 V 型反转也再创新高，这4天赚起来102.5块，22.1%。如果下礼拜一再涨，那么轻轻松一个礼拜又是3成。所以我就说要赚一倍并不是难事，你要懂得用方法，懂得如何去找出最强势的数字的精明股，一段一段的3成的赚，要赚一倍并不难。金利科我们再度表演一次，4天时间就赚了102.5块，就22%赚起来。所以从礼拜天那个假新闻出来之后，礼拜一打停板，哇，网络上一堆人在酸言酸语的。我跟你讲，今天这些人都不见了，这些人通通都不见，你要找他都找不到，因为他知道不要自讨没趣啊。那我们只是趁假利空大买，又再度大赚。那如果说原子成本76块到今天566块是狂赚490元，获利高达645%。所以本来上个礼拜还是只有接近600%嘛，今天已经超过600%了。所以真的已经有我们的交易成员跟我说，这赚到已经怀疑人生了，真的赚到怀疑人生了。怎么会100万就可以变成700多万？怎么会买个300万今天已经变成了大概2000多万了？就
大家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说原本只是有一笔小小财富，怎么跟着郑老师操作，只是一档股票，那笔小财富暴增成非常大的财富，其实300万变2000多万，房子可以去买一栋了，买一间啊，不是买一栋，可以去买一间了，换车那个都是小 case， 经济科都帮你达成了，因为大家都已经赚到怀疑人生了。而且我说经济科今天也相当厉害啊，股价涨到600，盘中差一档要量增涨停板。但我跟你讲，金晶科其实已经不是对手了，那没有看在眼里。从第一季的获利，第二季的获利的差距可能会再拉大，金晶科会不断领先。到下半年你就会知道 IP 股谁的获利是最强的，明年更是会有非常大的差距。金晶科我估计是赚50块钱起跳。所以呢，目标是要直接追爱普、力旺跟世新哦。爱普目前877，这波最高925。力旺今天又大涨，又创高，最高来到935块钱。然后呢，世新目前913块，今年最高是1000块钱。所以未来经济科是要直追这三家公司。所以我就说，我们的加入成员的获利目前已经突破600%，未来真的赚到1000%，我都不会觉得意外，我都不会觉得意外。所以金鱼哥仍然是我们郑老师的所有的达人家族成员买最早、压最多、也赚最多的最重要的标的，但不代表其他股票就不标。比如说宏康上礼拜五就亮灯涨停147，礼拜一创新高152.5，礼拜二又涨停161，昨天又涨停177，今天又涨停，已经是5天的第四根涨停板，194.5块，又再创挂牌新高。目前录影时间1:11，股价还是锁住涨停板，超级强。所以点续120%，再来，我认为宏康看起来也是这个走势的，也是这个走势。那从120买，这一波到194.5，已经狂赚了74.5%，赚62%。算算几天，1、2、3、4、5、6、7、8、9、10，好，11、12、13、14、15，到今天正好15天，3个礼拜的交易日。我说如果说一次赚30%，两次就60几%嘛，3次就1倍嘛，那这一次就已经62%了嘛，就超越2个30%获利。意思就是说，今天假设涨停板我们把宏康都卖掉，100万已经变162万，后面只要再赚一个大概25%就好，再找一档股票带着大家赚25%，你这个100万你又变成200万，又翻倍了。所以我才会说，过去这一年多以来，我们好多教成员的资产那已经翻了5倍、6倍、7倍、10倍的都有，因为一档经济科技就已经翻成这个样子，中间有太多翻倍的，什么瑞基、恒大、亚诺法、金星科等等一堆啊，天域、点序那都是翻倍的，每一档翻倍你都有跟到的话，二的几次方算下来不得了，超过10倍的都有，这个就是郑老师的绩效。那宏康超越2个30%，指向翻倍获利，就是跟点序一样。而且 MCU 呢，先前先涨15%，瑞萨斯火再涨10%，4月进入旺季，准备要再大幅度的涨价，因为伟权电已经喊出要涨价大概20%。宏康一样一样，3月份。我估计 EPS 上修到1.3，那我也解释说，如果他赚1.3，天域这波最高涨到302.5，今天来到回到300块钱，他2月份赚1.23，敦泰亮灯涨停199，几乎200，他2月份赚1.17。如果到时候
宏康从三月就赚一块三，四月如果再涨价，那可能就不止一块半，赚的比这两家公司还多。那你一个大概200，一个大概300，那当然，当初我们买120、130、140、150的时候，我就说这个股价就是天域的翻版，就是天域的翻版，所以股价飙涨是相当合理的。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啦，就是说，当你很羡慕我们的绩效，甚至前天我们持股是五等奖，总共持股五个涨停板，连家族成员都打电话给公司的同仁说，这一辈子没有过什么一天持股有五档涨停板的，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从来没有遇过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事实上就是这样子。那可能你羡慕这样的绩效，但我要跟你讲的是，这是有所坚持而得来的。因为我们坚持买的都是精品股，都是各个领域各个族群里面最强势的数字的股票，而且我们还抓到最强势主流。我早就告诉你说 IE 设计股是最强主流，它就是2018年的被动元件股的翻版。在我一起涨在前面，我也告诉你 MCU 的股票会大涨，所以你就看到九旗啊、宏康啊、深泉啊等等往上喷。我们都是走在前面，而且都是把数字最好的股票都挑出来给大家，因为我们坚持只买精品股，都是数字最强的。所谓的精品股呢，它有最强的毛利率、盈利率，最强的 EPS， 或者是它以前可能不好，但它有最强的成长性，后面会大爆炸，就像天域一样，或者是它有一个最棒的市占率。当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时候，如果你又跟我一样可以抓到市场的脉动，知道说哦，这时候要买被动元件，这时候要买设计股，这时候要玩车用股，就是你如果能抓到那一个市场资金的脉络，或者你带着市场把资金赶到全新主流股，最好是就有这个能力啊。市场不是跟着我喊 IE 设计吗？跟着喊 MCU， 早一个多礼拜前就跟你讲，那你当然就会有最好的绩效。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能力，那更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来成为郑老师的达人家族成员嘛。因为我是怎么照顾家族成员的？我是照顾大家的资产。当盘整的时候，我们家族成员都知道，我有时候可能一个礼拜都没有什么动作，持股也不多，那就很少动作。真的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来避险。当好的时候，我会告诉你，全力重压，就像金利科、IC 设计股全力重压，而且我会照顾你的选股，带你买的都是数一数二最强势的精品股。你今天买我的股票，你晚上可以安心睡觉。就算遇到短线的乱流，我总是告诉你，数字最强股票乱流结束，喷给你看，创新高给你看，上去都是最快的。这一波还是又证明我们股票是档档创历史天价。我照顾你的操作，短线的通加6天25%，九旗8天46%，两个月点续期还不到两个月，125%。那前面的天域呢？金星科呢？好，那金利科现在600多%了，半年时间算长线，所以我们是照顾你的操作，短中长都有。最后绩效就是你看到的绩效。当你在我带领之下，你的资产可以一档股票翻个6倍，所有的资产在过去这一年翻个5倍到10倍，这还能不幸福吗？这还能不幸福吗？所以欢迎大家都来成为我的家族成员。其实我相信成为家族成员当然会发生一些费用，但今天你看我节目，看我文章，只要你跟着去操作我们最近所操作的这一些波段大幅度获利的任何一档股票，我相信这些股票都已经把你费用赚的不知道多少倍，甚至几十倍都回来了。事实上，我们家族成员都是这样子，来成为我家族成员之前，可能就已经把费用都赚到了，加入之后呢，赚的更多。早就只会票价，所以欢迎大家都来成为我们家族成员。
那我也说这两天卖了通家酒席，今天卖了点续，卖完之后股价就下去了嘛，就卖在最漂亮的位置，资金开始进入四月份的全新布局。四月份呢会有非常多像点续、宏康的这种翻倍股，我说它叫做四月168的翻倍股，168的翻倍股，这顾名思义，你买到这种翻倍股，你就是要跟着郑老师一路发，跟着郑老师一路发。所以想得到四月最新168翻倍股，那方法很简单，找你今天打电话来说出通关密语郑老师168，或者你要说郑老师一路发，那我也很开心。通关密语郑老师168或郑老师一路发，你就可以得到我们已经准备好，那有一档已经开始布局的全新的168的翻倍股，你就可以得到最新标股。所以我再讲一次，只要今天打电话来说出通关密语郑老师168或者郑老师一路发，就可以得到四月份最新的168的翻倍标股。不要等到股票喷出去再来问我说宏康点续能不能追，金利科还能不能买，我已经跟你讲在前面，这就是你的机会，通关密语讲出来就可以得到最新四月份168的翻倍股。等等会我们再聊其他股票。欢迎回到现场。那除了金鱼科涨停，今天宏康也亮灯锁涨停194.5元。就像我说的 ，IC 设计股是主流 ，MCU 是最新最强新主流。哦，那不止宏康啦，包含深全，上礼拜三涨停，礼拜四也涨停，连拉两根涨停板。礼拜五呢涨，抱歉，这礼拜一涨5.6%，那礼拜二呢，再拉第三根的涨停。礼拜三涨到51元，创了这一波的最高价。今天稍微量缩整理，那其实也没有什么跌啦。目前录影时间，1:22，股价小跌1毛钱，涨那么多不算有跌，超级强势，量缩整理。因为 MCU， 我像我刚刚说的，先涨15%，再涨10%，四月份准备再大涨一波。今年深全跟他的晶圆代工的供应商要300%产能，但是没有办法太紧，所以只能给他100%，但100%也非常非常的多。这样推升获利3.24元，如果后面涨价的幅度更大的话，那获利就会再比4元更加乐观，就是当年的备用建股嘛，获利都是随着报价一翻再翻。所以这波买40到51元，短短1、2、3、4、5天，最多赚了20%。我想下礼拜回来，这获利超过30%，应该也是轻而易举。那另外还有一档大家忽略的 MCU 股是元相，今天平盘小小跌，量缩整理，这是一个好买点，因为 MCU 占30%，四月要同步涨价，今年产能呢会多70%，这也非常可观。5、6月晶圆出货会大增大增。全年要赚17元，那过去历史都没有赚那么多了，这会创历史的新高。但过去历史的最高价是596元，所以这股价空间非常大，现在才200元而已，离历史新高596元还非常非常遥远，所以这个空间很大。那另外呢，全新布局168翻倍股，这是第一档，这只是第一档，今天已经让它锁涨停，低价股富爸爸强力灌单。今年营收要大增100%，股价也涨幅会超过100%，是四月份全新的翻倍股。希望四月份的新一轮翻倍股你不要错过啊！四月168翻倍股，只要说出通关密语郑老师168，郑老师一路发，就可以得到全新168的翻倍标股。祝大家上顺利，周末愉快！